你觉得对于一个正在上升阶段的年轻演员，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又说明谁了？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有更多的角色，更多的戏，你始终给大家突破，让大家想看你的戏。 我觉得一个有天赋的演员不算什么，但是如果一个特别努力、特别敬业的演员，我觉得是值得被人尊敬的。